这个是真正的那个铁路专用的那个 Telos。这个好像之前有过看过、哦。还没开始吧？人都可以按啊，这都不能按，都觉得没有不有趣。这都可以按。那还可以，他本来是开放给大家按的。哎、瑞穗的、欸，这我不会、欸。小火车。汽车梦工厂。那一栋是什么？你先逛二楼。那个那栋我没有逛过。
这里没来过啊。这以前会种，这个这有这有火车有在过的、啊，以前是这运木材的啊，这不是假的嘞。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都不能让他进去，应该把它修好，然后进去里面逛一逛。对对对对，没错，讲得好。对啊，然后里面非常新，不会长草，然后里面可以去看一下。哎呀，那你就跟。吹冷气吧。对啊，修理工厂都过来，打电话赖他好了，打电话了。